8月18号晚，周欣桐、黄圣依、方力申一同出席了《出水芙蓉》发布会。《出水芙蓉》是一部以游泳比赛为题材的励志爱情片，非常契合明年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。影片在明年暑假期间才会上映，所以目前不会做太多的宣传。又辛苦又开心，因为其实我蛮怕水的，我一下水的时候就，上来的时候就半条命就没了，我就跟导演全部都看到我就很辛苦了。周欣桐表示自己其实是很怕水的，但是因为剧情需要，有时候一整天都要待在水里，甚至是生病的时候，但是不会因为怕水就不拍戏了。拍这部电影一点都不容易，因为虽然这部电影是讲游泳的，但是我在里面游泳的场口不是很多。方力申表示，拍这部电影不是很容易，但是难在不是因为要游泳，而是因为这部电影是喜剧。因为导演刘镇伟的电影要求都很高，他在拍戏中也学到了很多东西。他还表示自己也很期待这部电影上映。